啤酒，什么讲一讲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波波教练他是羽球教练，然后他叫我去打羽毛球，然后现在我下午来找他，然后刚好他在这个烘衣的动作，洗衣还烘衣，烘衣的动作，对，非常的专业 ，international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哇，他们送我，丢进去，哇，哎，很美哎，看起来你的新被单。哎呀喂，哎呀喂！哎呀，它会香香的哦，而且不太会静电。所以这个是，它是一张纸哦。对。然后丢进去就好了吗？对。你闻香香的。嗯，真的很香哎。而且它用这样子比较不会有那种很怪的香味。是的。谢谢波老师教我们一课。没有，是之前那位老板送我的，我之后就没。OK， 我们回到这个波波的一个小套房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去买了这个 Coco， 因为真的是太热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天气。然后晚上要去打羽球 ，Oh my god！ 羽球教练，请你 hold 住我好吗？林洋配，我们是林洋配。我姓江哎、欸。OK。我们波小姐要准备开她的生日礼物，对，打不开啊！啊，这里面，哇哇，太香哎！谢谢，而且这是 Tiffany 绿哦，我知道，很年号绿仔。哎，它是一个骷髅头哦，我不知道它是骷髅头还是怎样，这个铠甲，哦，就是长得很像一个骷髅头，哎呦。因为我们播的要求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就我哪有什么要求，你乱讲。不是，我只有说要软，对，这是软的嘛，这软的、啊。对啊，我只有说这个，我没有别的要求啊。我还有什么要求？啊、你要把它拉开，你把它拉开。不是啦，你说给我听。对，哇，我还有什么要求、啊？你说。好美哦，这颜色。哎、欸，可是好大的感觉哦！对啊，这么大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人本身他耳机都一直不见，然后我们就有点 angry， 想说到底要用几副耳机弄不见。我们又买了，我们就看等下是你生日，你耳机会不会又不见？哦，有可能哦。可是 no， 我刚刚等到下次你耳机再不见，我再送你一个 Apple， 看你敢不敢弄不见。我可能就不敢戴。可不可以？怎么这么难 拿出来啊？好紧哦！要不要帮你？好了好了，哎、欸，它其实蛮大的嘞。对啊，我就说它怎么这么哦？哎、欸，它只是头小，它只长得大。可是它是蛮有质感的 Tiffany 绿，哎，这么大、欸，我看一下你的戴起来的感觉。一戴上去，等我。哎呦喂、哎！好主播，我好主播，主播收到主播。哎呦，掉了啦！那你把它这样打开。对啊，你给它充个电吧。啊，充电先在下面是不是？啊，我这个要打开。对啊，你要把它打开。哎粘的，这样有对准吗？有有有，你盖起来看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有吗？来看一下有没有充电线哦。哦，没有充电线就盖的。好生气耶！没有充电线你可以，我不行。买个电器要没有给你充电线？哎、欸，小姐，你这是怎样？就上次那个、啊。哦。因为我们波小姐很爱跌倒。我们那个是累残。哦，她很爱累残。你才很爱雷惨的，谁爱雷惨？好了，好，去打羽毛球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觅食。那我们觅食什么呢？吃这个炒饭，好吃吗？小波，这个造型很好看的哦，太 fancy 哦。是最可怜的灰姑娘，我现在在帮伯伯洗碗，我是他家的女仆，认真洗，认真洗。我就是这样戳，洗碗所要步骤就是你要把那个垢都戳掉 ，OK， 垢要戳掉。OK， 我们教练要准备来打羽球了。Oh my god， 他现在是装水的动作。Oh my god， 难怪你要跟上来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勤劳在爬楼？哎、欸，我本来就会爬楼梯，好不好？不会嘞，明明在说，哦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要改变我的人生。哎、欸，他很，哎、欸，你不会倒哦，
起来啊。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我要录 vlog 啊。那你现在有什么动作呀？对，我们都这样。但我没有打到了，我是不是握对？这里近视，你要拿前面的时候拍子比较短，因为你这样时间太短。